公啊，这个代志啊，我无清楚了，后你一个交代。我无时间，你若真正有诚意，即马都无我清楚。你咪是过分哦？我是都有过分啊。你所做诶代志拢有影片做证据呢，还是讲我诶代志，我诶甲这影片吼，互老会长看，互伊知影讲你是虾米款查某，后下你，欧巴桑啊！ 你莫伤过分哦，有啥物代志你针对我就好啊，莫反反悔疚，咱出去外口讲。唔免啦，有啥物话你才讲就好啊。你敢那下底老会长面头前乖敢阿猫啊？会长啊，来，我即摆带你看吼，你身躯边的查某人心机有偌尔重。嗯。恁看咧，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？我看你上好先坦白。 我较想去找阮阿芳，是伊一直出现伫诱拐你，甚至利用因后生要甲你的心慢掉的。这代志我拢会当吞忍，啊，不过我无在了吞忍的是，伊竟然想要利用你来对付我。你是我的人，我去警告伊，叫伊离你较远的，敢有啥唔对？你规个人拢叫袂记，你敢那听伊的，所以我爱互伊知影，伊还佫有一个阴暗。 让伊家己离开你。真正黑白来你，你怕啦？我才看你为着王亚芳会伤害我到什么程度。老会长，我知影你拍戏拍查某啦，啊无安尼啦，我替你拍。嘿，老怕你，老会长。 有看到无？伊秘书敢那傲慢共款啊！伊毋若欺负囡仔，故意嫌我这个老人呢？你若是继续安尼悠哉样哦，到时阵就去找亚芳啊！你有啥物资格做人的时段啊？你看家己的新妇，连诱拐别个查甫人，我看应该是你的后生无路用，所以你袂爱王亚芳继续做你的新妇。我甲你讲啊，刘青云是我的人，不准你接近伊啊！你是讲煞未啊？ 我讲唔对啊！这个欧巴桑是王亚芳因大哥，伊即卖为着伊的新妇、伊的孙来找你讨公道。王亚芳唔是你的什么人？伊是别人的新妇。亚芳甲伊后生已经离婚啊，即卖伊来遮是因为你伤害一个囡仔，伊来讨公道。因为这条代志，伊就应该甲阿母回事嘞。我不爱，你也是唔道歉。 卖怪我，收回所有我给你的一切。第一公所想，我若让青云无欢喜，那呢，我甲青云就真正会断啊。师妹，是我唔好，我讲有人在讲话。 是我唔对，安尼嘛甲差不多。我讲老会长啊，你的查某人你家己都要管好，千万唔通让伊你后口安尼个变鬼变怪。你若无人是看你无，阿公啊，以后哦，你若敢过来哦，我绝对无可能喊你阿囡仔就放你耍。明白。 原本我甲他想要甲亚芳当作是方便之妻，结果你想要甲我稍微去平息，好啊，我顺你的意啊，以后你莫怨恨我。青云，你别走。我再给你一摆机会，若是讲我知影你去找亚芳麻烦，就算讲你救过我，我嘛袂原谅你。我是讲过啊，我今日找你来是要搞你这朋友。 唔是来向你宣战的，老会长，我嘛知影讲你今日有这地位，因为你向无做失败的投资，所以我才想要靠近你，趁钱嘛还过会付，赶紧改变主意。真歹势，若是当年的叶文聪甲我讲一句话，我会考虑。不过即卖你对我无任何威胁，看起来。 我白走一撮，老会长。
你放心，我袂让你白走，我给你一个查秘书。你这么处理了后，爱较注意，莫有搞伤着，安尼才袂伤过狼狈。多谢你的提醒，我会当作你的讲笑。这狗拢无嘛，讲什么我会去有搞伤着？真正叶文聪身躯边有高人，还是叶文聪伊家己咧闭关闭关？小姐，歹势，今仔日无要甲你换囡仔。啊，今仔的囡仔，哪有一种旁边啊？你不是找妹啊？正文啊？是去倒位治疗的，才见着好啊。小姐，你是不是啉不着人啊？走！想怎伫我面头前假跋倒？你是不是跟叶文春联手，闭鬼闭怪要骗我？我听无你咧讲啥啦？我迄天是无聊，想要甲咱创着，我才假做找妹。啊，若是我歹势，害你爸伊，我甲你回信来好不好？是。你莫甲我假笑。啊！若无你有吐皮疼，啊！你是咧创啥？你真紧哦，都要倒大霉啊！你完蛋了！全部去你也知，我这下都预知到，这地方就不用我提前来了。我来，我杜姐不是讲你完蛋了，倒大霉先生。你的事你骂安尼好不好？我一定要留在我爹爹身躯边。啊，到底啥原因你白讲哦？好啊，无咱来去成功遐，我叫伊直接问你。好。我是跟你讲啦，我预知到阮爹地出代志的时阵，阮姐就倒伫边仔涂骹昏迷不醒。所以是天断四月的。那恁你敢无考虑什么较重要小事？我真正就惊伊两个人会出代志，尤其是阮姐，阮已经分开二十几年，真无简单才会到中和，我无想要叫失去伊啊。好了，我变你做将军顶，我尊重你。多谢你的支持。不过你会当有你的选择，我嘛用我的方式来帮你。想袂到老清源下手这么紧。啊，无今麦敢是你甲你讲对方下手偌紧？我是咧来讲，以前有危险，好无？啊，好了，这个算讲多谢你，你救以前，以后我加派一挂下手。加强保护，免你操烦啦。我若是跟你讲，我早晚会把伊桥撮走，你要想？你若真正要跟我作对，就莫怪我跟你变面。
我就是带点歹药，以乔伊歹做人，互伊艰苦。我唔才轮恁轮到今嘛，啊无我早就甲你毙命。所以即摆有两条路通行。第一，就是把我这个有可能会把以乔带走打不死的小强搞处理掉。啊，不过我若死，以乔知影讲这代志是你做的，你想伊安怎想？那你看起来，第二个选择，这是你的重点。第二条路就是我留落来，留在身躯边做代志，安尼我唔才有才调保护伊乔。你这个方法袂歹，因为你跟我的后生之行是做一模一样。你踮在我的身躯边，对我来讲作用真大。不过你搞听清楚，我上主要的目的是要保护伊乔，我无可能陪你哦。世界的烟消去，余德胜，你听清楚哦，你若是要在身躯边做代志，上好把你的嘴，还有你的态度管好。余德胜，你哪会在这？啊，恁爸母跟你讲哦，自今日开始，我就是你的随身保镖啦。不管什么时阵，你人伫倒位，我拢会随时待命来保护你啊！我是咧创啥呢？你在车里，我有车啊！啊，你干啥哩啊？啊，我先杀杀啦！哎，你别去动，你是来，我等下你干啥？慢跑，我要叫报警啊！要报警啦！啊，什么？因为伊是你的司机啦。被人？啊，你搞我的？怎么了？死逼的，我死逼的你啊！正经跟你讲，今日化作乌我拢会死。小姐，谢谢啦。是头家哦，交代我安尼做的啦。伊想要试看卖哦，德胜交材料保护你啊。哎，伊原本哦，找一个汉草哦，甲巨石强森同款，都惊一下，我紧甲动哦，讲我来就好。啊，若无到时哦，德胜叫我们拍做告白哦，就歹看。你唔才拍叫做告白，哎呦！我死逼了！你，啊，今日是你来，你搁跟我拍真嘞？敢无你种兄弟，这种无依无属嘞？哎，啊，无拍真嘞，敢骗过头家？啊，飞天哦，你拄啊帅气的 pose 哦，全部拢翕落来啦，我想对你交差啊。嗯。搞回事嘞哦？啊？啊？小叔行路无看路啊？我好好行路，是你无看路的。是安怎爱我回失嘞啊？哎呦，你哥哥硬吹硬挤哦！你唔知啊？我想，你什么人？我刚不应该认识你。你伫台湾就有名呀？要紧哦！我听你问这种问题，我就知影你是一个唔捌见过世面的人。回失嘞，你袂晓哦？你不要回事嘞！我再跟你吹架吧，回事嘞，回事嘞！我叫冲啊！叶之晨，你到底在哪台湾的啊？我跟我表哥在报告呀。王朝凤，你唔通安尼啊，狗眼看人低啊！不怪人咧讲，歹鬼搞只 A 人搞戏，你给我听清楚。以乔的身份，应该回事人是你这边。伊是你的新女朋友，那恁你敢唔免介绍者？无你什么身份，我敢有必要甲你介绍？哎，什么边啊？卖浪费我的时间。呀，等一下，你暗时困的时阵爱趴咧困哦，安尼你的脚掌较袂疼。我这小查某唔知是咧胡白讲啥。
Thank you.